我今天啊要挑战在韩国首尔买开学装备。书包已经有了，所以呢我想买一些小东西，自动铅、护手霜，因为每次在学校洗完手都会觉得手非常的干。逛着逛着还看到了不少奇葩文具，巨大铅笔啊，居然还有针管笔。哎，这个好，又能当笔又能当梳子，这个设计真的涉及到了我的心坎上。哇塞，这个好可爱，而且和我的笔袋是一个 IP。 胶带又算啥文具，做笔记可以贴啊，这样笔记就不会单调了。这个好可爱哦，可以里面放一些小东西，就比如说老师发的回执单啊，还有你的小作业啊，都可以放到里面。再买些贴纸，我做灵感板，玩具类搞定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去买一点运动装，这不是未来半年不能游泳的嘛，所以嘛，陆地上的装备要支棱起来。啊哦，没有童装。这里还有一家，我们去看看 ，Esma， 我看 Esma。小孩姐现在衣服全都自己搭配。每次准备开学装备都特别开心，新学期新开始。开学之后啊，我是六年级了，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六边形小将一样，样样精通，全面开花。你们开学装备都准备了什么东西啊？快点留言告诉我吧。